大家好，我是 Susie 盛盛，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测评一下 Cross 的新眼影盘山河永寿。在这告诉大家，这不是一个推广视频，也不是一个 PR 包裹，完全是我自掏腰包买的眼影盘，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我会非常公正的说出自己对这个眼影盘的第一印象，因为我还没有上手过。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产品这个包装，还有它附带的一些东西。首先呢是这一个退换卡，这个是它一个活动的小卡片，这上最大的就是它一个产品的介绍，十重五间山河永寿长生万福，一些它色号的简介。整一个巨大的盒子呢就是它眼影盘的本体啦，就相当于呢你花100多的价格你可以买到一个眼影盘，以及这样精美的盒子可以放一些小首饰啊零碎的东西什么的，所以我觉得非常值，而且上面的雕花都很精美。那首先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理解这个眼影盘的包装。最中心的这个是一个像纪念币一样的70周年的这个 logo， 然后旁边围绕着一些蝙蝠啊、蟠桃，还有佛手画，一只一些就是代表着吉祥和祝福的这个中国传统的图案，是18色的嘛。然后打开来，这里有一个小镜子，下面可以打开把这个隔层拿掉，它一共是有8个珠光色：无量、禅、无香、藕花、深处、长寿。地面江风微拂素罗衫，雨过天地不散，拂足桃叶，还有最后一个瑶姬。色和这个呢在镜头前面稍微有点相像，但其实这个是偏粉一点的颜色。我就手指摸了一下，其实它还可以，就是但是完珠光和亮片色呢，我们再把剩下的10个哑光色试色给大家：黄身、阴阳、佛手、鹤顶、檀、长生。女儿红、笑春风、竹叶青、麝和月神。最后这两个我没有看清，然后就连在一起了，像是两个颜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一个显色度的话，一次刷上去看起来不是很高的样子，但是呢其实这是不能说完全是一个缺点，因为它对新手是很友好的。然后我们之后会有看用刷子多次叠加的话，它的这个显色度能不能这样一步步上去。那现在呢，我挑一些我比较感兴趣的颜色做一下刷子晕染的这个试色。先蘸一下我特别喜欢的这个女儿红这颜色，这是第一次，飞粉程度还是有一些的。看一下它的晕染的效果，基本上呢不会结块，但是稍微会有一些些的不均匀。那么现在呢，我来上第二次，看看它叠加以后的饱和度怎么样，还有第三次。那三次叠加完以后呢，就是一个这样的效果，显色度还是很不错的。再试一下这一个绿色的竹叶青，我能感受到的就是它比这个女儿红要好晕染一些，真的这个颜色非常的好晕染。那我们来上第二层叠加一下竹叶青这个颜色。其实呢，我觉得它是一种偏黄绿调的，这样子的绿色上眼呢，对我们黄皮肤的人来说是比较友好。第三次，这是三次叠加以后的，可以跟女儿红比一下，这个明显要均匀一些。我个人呢还想试一下这个比较特别的叫无香的这个，我觉得这个颜色呢完全可以当做一个面部的高光使用。它的底色其实是一种嫩粉色，然后偏光是我肉眼看上去是有一点点绿色的，但是呢镜头里是一个银白色的效果。还有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颜色叫做万寿，这个是个非常大的这种珠光亮片色。那么上手呢是这个样子，这个都是一次的效果。珠光色的话晕染什么的就应该不用说了，都非常的好，非常的细腻。我用 Cross 眼影盘打造了两个妆容，一个偏现代，一个偏古风的，希望你们能喜欢。那现在呢是我上好底妆的样子。首先我用一个深灰色的眉笔勾勒出一个细长没有明显眉峰的眉毛。眼妆第一步用到的颜色是第三排第四个麝香的麝这个颜色，做一个基础的打底色，加深眼窝，在上下眼睑都大量铺上，这个眼影的晕染还是很不错的。第二步用第一排第二个颜色黄深阴阳
一个亮橘黄色做眼中的颜色加深。第三步，用第二排第二个颜色弹，做后眼尾加深，顺眼到外眼窝的轮廓。第四步，用到第一排倒数第二个深红色鹤顶，稍微加深一下下眼尾睫毛处。提亮我用到的是第一排第四个大亮片色万寿，用手指叠加在眼中，真的超级闪，一秒火眼金睛。我还想加工一下眼头，我用女儿红在眼头点涂晕开后，再用长生这个橘色做一下过渡，之后记得用晕染刷晕开边缘，涂上下睫毛，两侧上少量修容，鼻影也来一点，之后提亮一下眼下、额头和下巴，眉骨也来一些，让五官更饱满起来。最后再用无香点亮一下眼头、鼻梁、眉骨和卧蚕。面部我用到的是 Deca 海洋高光盘的第二个金色，重点上在苹果肌和太阳穴凹陷处。唇釉来自欧莱雅小钢笔428。那么第一个现代妆容就画好啦。接下来是第二个古风妆容，第一步叠加一个红色的腮红，在脸颊到太阳穴都要涂满。为了模仿微笑唇呢，我的唇妆第一步先开一下嘴角，再用一个玻璃唇釉涂在唇中，用唇刷向边缘晕染，直到出现一个自然的渐变，再用一个更深的棕红色唇釉加深唇部内侧，点上笑靥。好了，那么现在 Cross 的眼影盘的测评就要到此结束了。我个人呢是非常看好这一盘的，它的性价比很高，无论是眼影的配色以及它的理念还有眼影的质地来说都是非常好的。唯一的遗憾我觉得就是如果它的配色再能加上大包装上的这一个蓝绿色的话，那就会更加完美了。但是我还是能从这个产品上看到 Benny 的用心良，那么期待下次 Cross 的新品。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记得关注我哦，还有我的新浪微博，我会打在这里，记得给我一键三连。那么下期再见喽，拜拜。是你这是换了星星吗？我请问，一个牙齿，一个心，一个三角形。好丑呀，我像那种原始部落。是羽毛球吗？